你醒了，能不能别再睡了？我睡多久了？我感觉这一觉睡了挺长时间的。嗯，是挺长的。有8小时都多了。哎呦天哪，这个中药还挺管用的。而且我没做梦。哎，老婆，你渴不渴？要不要喝点水？啊？我不光渴，我还饿，我饿死了。 做饭。婚离得怎么样了？离婚协议已经写好了，就差给他那300万。打了钱，马上就办离婚手续。终于要离了。嗯，离我梦寐以求的单身生活很近了。